有冇話即係之前有冇學過啲咩演戲班啊嗰啲咁樣啊？咁佢就冇嘅，但係可能本身我自己以前就係做編劇嘅，咁所以咧可能喺解構個劇本嘅時候，可能俾到佢多少少資訊，咁佢又明白啲個故仔，就容易啲去消化咯。哦，喂，咁但係你喺呢個拍攝呢個劇集啦，要同阿千華姐姐啦，即係拍戲啦，咁啊做佢仔仔，自己緊唔緊張啊？演戲嗰陣時都緊張㗎。啊，咁樣，咁阿千華姐姐點啊？你覺得？覺得靚唔靚？靚靚，媽咪靚啲定係千華姐姐靚啲？兩個都啊，叻仔啊，兩。